哈，如果我今天接下来要抓里面的资料，就是会靠里面的这个 HTML 的标签里面的东西，那抓哪些呢？就每一个币别里面的买入卖出，它有现金跟集期，好，应该知道这意思吗？现金就是你如果去银行跟它汇兑的话，跟它现金交易就现金，那如果是你是像开户的话，当然就是用集期啦，你会发现这个集期当然它的那个就是汇兑的相差的比较不会那么大，就像之前我去那个什么领那个 Google 那个 AdSense 的，他那个汇给我的钱嘛，那我最早是直接去银行，好像去大众银行吧，领钱的时候他是直接就是我说那可不可以给我美金，他说不行，那我说那所以他就后来就帮我转台，算一下奇怪，为什么利率这么差，好像还不比这个还差嘞，所以相对的，我觉得好像会差太大，所以后来我就是在那边办了户头，办了户头的话，其实就是以这个集齐的费，都没有，我就是直接汇进来，我也没有转，所以我那个户头就是美金户头啦，所以转进来就美金，那我可以等到利率比较好的时候再把它转成台币。那这样我感觉算起来，其实还差蛮多的。为什么？因为汇率好的时候跟汇率差的时候，其实还差蛮多的哈、哦，有时候差到几千块都有可能。所以当然算一下来，那只是麻烦一点，就是说我可能要去开个户啦。不过我发现一劳永逸，真的跑一趟之后呢，转钱进来，哇，好方便，大概两三秒钟，这钱就进来了，没什么感觉。不过以前是领现金是真的啦，是看到钱，但是。就是会被扣到钱，就觉得心里就觉得不是很舒服。那最好是当然就是直接那这边的话，如果说我要把这四个资料放到我的手机 app 里面的话，该怎么做首先的话，请各位等一下先建一个什么一样这个专案，专案名称的话呢，我把它取一个叫做 CH13 底线 online money 好了就是集齐的汇率 OK。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我就在这里面。里面的那个 activity main 里面做什么事呢？这个地方的话就放了几个东西包含什么呢？包含就是说我里面刚刚讲的第一个，我这边放一个很大的这个是 list view list view 里面的话我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 T01， 然后呢名称的话就是台币换，就这样而已它里面的话你不见得一定要死板板跟我一模一样第二个是一个 spinner 叫 SP01， 第三个是 B01 是汇率，大概就是这些啦。我将来按下那个有没有按下那个显示的话，它就会跳 Learn Dialog 了不过呢，这个当然也不是死板板，不过我觉得这个翻译好像底下这样空白好像有点感觉有点留白留太多白了。当然在画图里面有好像留白了，不过这边好像留白感觉怪怪的，或者你们将来也可以改，也许你可以不要是放用 Learn Dialog， 你可以换一个什么 List View。不过 list view 难度又更高，放个 test view 就是把资料放进来，然后写一个回圈，把资料通通写到里面去，不过有点难度好像还是 learn dialog 比较简单一些些，所以暂时先 learn dialog， 之后如果你要变更的话，下面的东西请各位自己再改版，也许你第一版 V1 版V2 版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test view 啦或者是放 list view 啦，或者放什么，反正就是要让它比较好显示的一种方法。OK， 好，那我们就是先在这边加一个 button， 这个 button 按下去之后的话，就是要跳 Learn Dialog， 然后再把网络上面抓下来的那四个资料放进来，就完成我们的这个练习第一个就是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说 Spinner， 我要能够让 Spinner 跳出来的话，其实我前面讲过，我们上面会秀出什么东西呢？秀出它的那个 title 其实就 prom， 有个 entries， 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可以从我前面讲过了如果你没有要变更它的颜色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什么呢 entries 上面，这个叫做 prom， 对不对？所以我需要在哪边做呢其实就是这个应该有印象吧，在如果你要跳出来这个东西的话，记得在什么 values 里面 string 看一下吧里面的话呢放什么呢？放一个 title。这个 title 的话我就先放一个新增一个什么一个字串，然后这个字串的话就是请选择币别，就 add 的时候就一个 string
第二个是一个 money， 我就新增的时候呢，新增一个什么？新增一个这个叫 string array， string array 的名称的话呢，就叫做 money， 然后呢，分别怎么样，在里面加上 item， 美金、港币等等的这些哈、哦，那总共的话会有这些东西。那等一下哈、哦，当然呢，我会把这个东西 string 的东西哈、哦，跟那个画面呢一样哈、哦。会放在那个云端给各位参考了，所以你们等一下找一下，我是把它放在刚才独立出一个，因为前面的那个版本跟这个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请各位找一下，在这个我们的第13章里面的这边会有一个叫 CH13 的这一个，那里面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打开来程式码，那我等一下也会把那个我们的这个版型跟那个里面需要的 string 放上来，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再来的话呢，请各位要点心理准备，因为后面的动作呢其实是有点难度的，里面包含就是说第一个点击，不要说要 选其他币别，像港币好了，那按汇率之后它会去自动帮我抓到港币的汇率，里面包含就是现金跟集齐，然后呢主要最重要是什么，抓到 这一个第一个跟第二个还有第三个、第四个，那这个资料呢，当然是从什么地方抓呢？从我们的这个台里面的港币，后面这些这四个，那它的如果说你要知道港币好了，那你可以把它选起来，对不对？按右键，这边有个检查元素，那各位可以看它的那个结构一定是一个什么？这边一定是一个，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就是这一个，这个是一列的话，一定是个 TR。那 TR 这边它有个 class 啊，不过这个 class 可以不用理它哈。然后里面的话，第一个是一个 TD 指的就是一个储存格啦哈，所以对应特别重要 TD 第一个 TD， 那里面这个 TD 里面放什么呢？放一个字就是港币啦，前面有个空白，它这边有多加一个空白，然后在这个前面有一张图，有没有？就这张图，然后一个空白，这个是空白对哈，然后再加一个港币，有没有？就这个东西，然后斜线 TD 就是这个。储存格结束嘛，然后再换下一个，这个总共有四个，所以其实将来我们就是要去抓什么，如果点的港币就去找到港币，然后把后面的这四个资料放到我们的手机 APP 里面的 Lenda Log 秀出来，那接下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分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请各位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如何连到网络的那个我们这个 网页，所以第一个如果将来你会有一个网站，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又把这个网址怎么样把它先放到一个字串里面，然后这个字串如何连接再丢给一个 URL， 那这个 URL 类别的话主要是因为我那个 HTTP 这个有一个类别叫做连接网站的那个类别，它丢给它不能是一个什么，不能是一个字串，而是要一个 URL 的一个类别 包好的东西啦，这个有点像之前什么 intent 有没有 ？intent 丢给他的时候不能够是一个 string， 而要是给他一个什么？后面好像有一个叫，对，那个 URI 对不对？所以要把它打包成一个 URI 有点像表格式的哦，这观念很类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该怎么做？首先的话这个程式你会发现呢，我们光上面 import 就会 import 多少东西？特别注意上面这些有没有看到？它是隶属于什么 ？Java 的，有没有？后面这些 Android 的，下面这些比较不意外，可是上面这些可能对各位来说呢，会比较陌生。我讲过了，这个可能大家有心理准备，有点难度。主要是怎么样？把 Java 的东西都包进来。那为什么你想说，那老师那干嘛不就全部用 Android？ 因为 Android。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对应的类别可以拿来用，所以呢我们就只好用 Java 的类别，里面包含什么？像这边有个什么 HTTP URL Connection， 其实顾名思义嘛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简单讲起来嘛，就是要连线的嘛，就是有点像我在背后模拟一个浏览器嘛，浏览器不是要连那个网站，把那个网站的东西全部都 get 下来。就跟浏览器一样，浏览器其实它作用就是连到那个网站，把那个 HTTP 全部抓下来之后，再帮你怎么样做个排版，秀出来
你看到的其实是一个网页啦，但实际上它背后是 HTML 哦，好，帮你做这些事情。然后怎么做呢？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话，哈，我们先从第一个宣告开始。所以底下啊，大概给各位看啊，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里面到底在做什么，哈，里面有哪些东西，像是 array list 哈，这个是做放清单的一个类别，然后有个 list 哈 ，list 的话呢，这个也是。也是一个放清单，不过这个跟 array list 有点不太一样哦，这个等一下后面再来看。然后其他的话，上面大概这一些，会用到的大概 spinner 啦，这个我想前面有没有用过的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宣告哪一些东西呢？宣告的部分的话哈、哦，基本上我们是会用到的，上面两个应该不太陌生 ，spinner 这个 spinner 我宣告一个名称叫 s 好了，哦、或者你叫 sp 也可以啦哈。哦然后 button 的话，我名称叫就也叫 button 哈，小写的。那只不过呢哈，下面对应的话连接，这个应该都不陌生。这两个宣告连接应该比较陌生，会比较陌生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个，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网址有没有？然后呢，名字它是一个 string 字串，我们就把刚刚那个台银的那个汇率网址把它复制贴过来。放在一个什么 web URL 的变数里面，好，它是一个字串的变数。再来的话呢，底下宣告一个 list， 这个是一个有点像泛型物件。这个所谓的泛型物件，指的说我将来哈可以在这里面放什么，放一个清单，啊，放一个清单，有点像阵列的形式啦。当然你这边写成阵列也 OK， 不过呢，我们是把它放成一个清单的形式，啊，一个叫做。里面的话呢，就是把 string 放在这个 list 里面，好 ，OK。然后里面的话呢，就是总共会有四个资料。这四个资料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台银的网站里面看到的。不过哈，如果你今天是宣告一个，假设你是宣告一个变数的话，你只能够放什么？放一笔，就是一个放一个，一个放一个，一个放一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 list 的话，它可以放一个什么？一个表格。有没有？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啊，通通放到哪里呢？放到那个 list 里面，也就是这个买入有没有？全部的资料，通通放在 list 第一个里面，有没有？然后就可以只要四个 list， 就可以解决什么？原本要宣告一大堆变数的这种需求。那当然哈、哦，这里你可以用一个阵列也 OK 啦。不过在这边的话，用 list 的这个类别似乎比较好解决。OK， 你也可以用阵列，应该没问题的哈。只是说，我觉得用这个地方用一个 list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好，那我们总共会有四个东西，所以哈、哦，再来的话宣告，然后有一个叫 index， 就是 item index， 好，预设值等于零，好，这个是应该是位置吧，我印象中是这样。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连接什么呢？两个，一个是 spinner， 一个是 button。再来的话呢哈，我们在底下哈一样去。new 一个这个哈，我们的空间，因为上面是宣告嘛，啊，下面的话呢，就是在 new 建立一个空间，什么样的空间呢？建立一个 array list 的空间，给分别是这四个，一个现金的买入，一个买入跟卖出嘛哈，一个是集齐的买入跟卖出，哦，那会有四个 list 哈，那再来的话呢 ，URL data 跟那个我们去 get URL data， 那实际上哈，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做什么呢？就是顾名思义嘛 ，get URL data 这个应该叫 data 了，这边又打错啊，对 ，get URL data 哈、哦，那也就是说把网络上面的东西抓回来的话，实际上就是只有这一行，那抓回来的东西呢就放在这里，这边的话呢，你们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方法，所以你往下找会找到这个方法，就这个。干脆把这个改一下好了 ，data 哈、哦，这边有一个 get data， 然后把这个也改一下，这个名称哈、哦。那也就是说呢，他抓到的资料会帮我丢在这里面。那这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实际上哦，就是把网页里面的东西抓回来之后，帮我怎么样？帮我转换一下，转换成什么？转换为一个字串。OK 哈、哦，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那完成的程式码哈。哦因为这个比较冗长，而且这个难度比较高了，所以我已经把它抠到我们那个云端里面哈、哦。这个第一个是界面，还有 string 跟我们的程式码。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